姐姐，姐姐，你小心点，这上次不是吃了一只了吗？这次的更大呀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足足21斤多。哎呦我的妈！我14000的大米啊，老弟。哎呀，这只9斤8两的大帝王花了我2500个大米，老公知道肯定又要吐血了。不管他了，先吃吧。不是拍摄需要，我是真的不舍得吃。这一口就要50，一口就要50。不过还挺好吃的呗。